电子的，欸、对啊。你要开后门的时候可以看呢、欸，哇，这个。可是你就是会不习惯了。对，这个安全很这种、個，最新还不错的，而且这种很特殊。它里面这个质感不错、嗯，这个等级不比那个好。我这很特殊的。嗯，这很特殊啊。它这个拨杆是前后。后面不一样，哪一个？座椅的这个材质不一样。那个，那还是那比较高级一点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蛮、嗯、女生开会，这个女生会比较，不应该比较安全。你看，它到处都有，就是、我会觉得很科技啦。它是电动车哦。我觉得应该是。我觉得它有一些小地方有点廉价，像是硬的，这是、啊、它没有跟，就是它小地方它会有点偷，它没有做跟这个一样，它有点偷，嗯、但是都没有，然后它电源，我觉得它不错，他不看那里，看这里。对，你就要，你刚开的时候你要这样子看一下。嗯、因为那里视野不够大，这边视野比较宽。那边没东西啊，那是。嗯。对，我说一般的，我们的那个后视镜。对。就看这两圈，这平常你开不到的。开不到。计算的。就我觉得这很适合女生，这很轻，该有都有。嗯，这台不错。而且无门的、啊，女生想，我蛮喜欢无门的，比较好放东西啊。对。它还蛮轻的哎。很轻很轻。我看你这样开，感觉很轻哎。所以这两台可能也是选这台。对啊，因为刚才那台不错，之后开了这台，已经忘记那一台是怎样了。因为它电的很迅速啊。嗯，它这台很棒。就是开选。那台也很好。哦，对对，这、这两台我会选它。对啊，漂亮。嗯，刚才那个好，那个已经不错了，对。两台来比这台。刚刚那个电动车是好、好，可是那个太爆了，这是刚好，就是这比较稳呐、啊。对。嗯。而且重点，那个后照镜，你现在开出来，大家一定都觉得。大家都被它吸引了。声音很小，几乎快没有声音。